见证啊，见证奇迹，来，没有，可恶，有没有机会？放啊，是吗？我没有，超级球呢？加油，精灵球之力，精灵球之力，你不要出力，好，哦，有没有？啊，可恶，超级球下了吧？可以，下了吗？看人家祈祷了，一个要下，一个要下喽，一个，两个下喽，难道还没下吗？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有请我的同学泽明来玩，不对，泽明，刚才讲守护，所以是由他先，里面看卡了一只超梦，还一只莱西亚姆。希望大家可以打到水晶龟，干嘛水晶龟？有大力二，确认一下有哪些角色。水晶龟，加油！有在跳舞。你打超梦是用这一套，打雷西亚姆是这一套。希望。有没有出？有没有？请逃避。我问你的没？没有。哇！没有事情的。第一张哦，叫什么名字？火鼹鼠。给镜头看一下。来，给那个镜头看一下。然后就不要了，那不要了，不要。真的，知道啊。就是你要让他知道，就是买到什么卡是好鼹鼠。对。然后有火鼹鼠喊出超梦。会。看一下，我们进卡车上。我还好啊，再见，快哦，金龙，
续对，继续对对。你想要抓这两只，你就继续。不能让你拿呗。继续对对。等一下，如果有一只死掉，就拍那一只。等一下，如果我打过一只死，就拍那一只。打完了，我们够。你满血满血。
奇迹道具奖励，好不好？兴趣提升，提升。四系组的更高分可以到400，超高的。哇！加油，来西安！哇，好快啊！对啊。目光的高级五级轮胎，天天加高。雕塑火焰，就是这边那个。当然了。OK。就有机会啊。我抽生气，好，你要抽几斤花宝贝？没有。超级进化机会，抓住时机，按下这两个抓住，等它那个集合，好看 ，yes， 好，超级进化，三千八，那是我赞你赞，也不错啊，就是。地震！变！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哎，虚无力的，超强三，是这个三，好强哦！那这应该还有第二场。你们加油！这个哲明，最后了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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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，两次都中了，恭喜啊！是啊，真的哎。一定要选这只西多，不要选那个错赛哦。哇！一定要选。啊、真的。哇！逃避，逃避，我没有避，你有避，快，你没有避力，快，这只真的值得。哇！西多。但是我觉得这是算大牌吧。对，这是大大，这是闹牌。对，恭喜耶！已经是大大大。恭喜恭喜！大大。不虚此行啊！不虚此行，第一张四星。你也知道不会夹的。你看就知道。知道知道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妈妈。对啊。哎，还有。哇，还有。那你上次不是五星给他带了，但是还有。还有还有还有。就可以啊。一个出了家里。第一的。哦，赞哦，谢谢。代表帮你打的。嘿。还有六个，我来了来了，没压力的。正常来说应该不会再大的吧？对啊，如果水晶杯你还是打得到，那就真的是很特别。那你就今天两只出这个，一只就够了。你就真的吗？要不然呢？那你要不要下下分的一只？如果死掉的话，对啊。那这次效果不好，你还是要用。好吧。这是武器的。你武器打水晶。差一点。有时候在关键的时候，好像快拉出来了。对啊。浪费。哈哈哈哈哈。还有六，哦，六百哎。钱啊！啊，五星的用六处，腰缠大概都会，哦，就是那个你说的什么我的剑术被打掉了，很可惜。小物五星，对手攻击，反击，反击，反击，上下上下上下，别。哦，要外风，地震，地震。有了什么差一点都差一点，今天不要打你，今天不应该打一下。反击机会吗？没有，好像你离他很近才会有反击，真的。700，那你这一次
兴趣。推吧，精灵球。精灵球，他不会走。发现他没理由。我刚才他这边这个球出去，他有0.1秒是高级球。对啊。后面就变成成精灵球，很坏了，爆了。哦。哎，真的坏。超强。不应该中。这个嘞，这你还要吗？这没有就跳过了。不能玩，不行。三天就换完。没了，换我，终于，加油！你要不要跟？你要到时候开再回家。说谢谢，换人换人。你跟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走，拜拜。对，换换人换人。帮你打，不要叫我打，我帮你打比较快。哪有没有？你三星三星。星星星星。哦，你看这个有没有三星？飞机上了，飞机上了。好，姐姐哥哥去飞。他不会是飞天的。对。你们一下。飞天螳螂哎。终于达到三星飞天螳螂。好了吗？喂。哥，这几只五星真的需要很久的时间。没关系。它是坐，它是站着，这它是飞的。欸、我是第一次看到飞天螳螂，我还是因为这是第五弹。对啊。Yes。好，来喽，看来在演戏给你看，来喽。很美了。我在后面，你就会感觉都在演戏，就好像很接近，很节目效。对对对，那都只是演戏给你看的。哦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没有了。你美容师。对，很好笑啊！可以的。没有。会战开始。没有，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！因为这个线超有精华，这个才是。这个线超有精华。这时候会崩溃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的。你看，这是成功吧？20也不错啊。表演了，难道是冲梦？
又要演的啦哦，那我帮你演。对哦，你也会演。要不努力。要集合就对了。不过这应该是最。你要集合就对了。好差不多。5000多，他就是黑夜魔灵，都是克他的。那什么？黄医生客房？对啊，但是他是客房啊，他应该是客工。好，快点。骗子！